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继续我们的进击的巨人啊，不是已经完结了吗？没有错啊，这个游戏呢，其实它还有隐藏的剧情在哈。那这隐藏的剧情应该是算是彩蛋之类的，还是延伸到第二季？其实我不清楚啊。总而言之呢，它好像还有一个主要的红色任务，然后这些的话应该都会延伸到第二季啊。那之后呢，这一集播完应该还会有下一集，不过下一集会比较久一点，因为老头呢可能会想要把这个调查区域调查任务全部都过一过啊。老头应该会把这个调查任务啊全部把它过完，大概过到剩下最后一样吧。因为听说最后一样，我有听观众讲说他这个调查任务最后一个任务呢非常的算是非常的好玩吧。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总而言之呢，进击的巨人第一季应该剩下两集，就是今天这一集跟明天啊，跟这个下一次的下一集啊，第一季就这样完结了，好不好？那你们会看到地图上面这个有类似深黄色的惊叹号啊，这个是支线任务。不过这个支线任务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主线呢？没关系，我们都接一接好了，好不好？反正老头到时候私底下会把它全部都解完啦、啊。啊，获得 A 级评价。然后这个应该是要杀掉巨人吧？杀15只。OK。好了，那其他都不要理他了。好，我们直接来打这隐藏的剧情。接下来要前往罗塞之墙南部的据点。啊，这里接到了某些奇怪的报告。哦，虽然尚未掌握详细情况，总之先准备再出发 ，Go。好、哦，打看看啦、啊，因为这个跟第一季不知道有没有最后，应该是说跟第二季不知道有没有连接啊。啊、哦，我也不知道它这隐藏剧情是什么，反正就先打看看吧。打完之后还有最后的调查任务啊、哦，我们第一季就砍掉啊，就结束了。终章来自异邦的访客。最终章。兄の捕獲作戦が決行された。亚尼的捕获作战后。エルヴィン団長を含む調査兵団の主力はストヘスクにとどまり、事後処理に当たっていた。一方、調査兵団の他の兵士たちは、それで干嘛？ウォールローゼ南部の拠点に駐屯していた。正经一点哦。お前ら、给我正经一点哦。今日は訓練はないはずじゃ。ウォールローゼ内地に巨人の出現了一群巨人。それが本当なら壁が城墙也被打破了。兵団の主力はストヘスクから戻っていない。それともう一つ、妙な気候種の目撃報告がある。妙って怪異。詳しいことはまだな。巨人が村にまだ人が残ってる。我来啦！助けてくれ！终章第一话，哎、欸，他这样子讲说，一直说还要很后面喽。好，先打看看就知道了。为什么都射不到啊？来吧，血变超多嘞！我们去一下那个副任务啊，马儿快上来，快点，快点马儿，去一下副任务，副任务，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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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这里走这里，救人时间。尚未避难完成的居民。助かったぜ、ありがとうな。哦，这样还算救到人了，有点猛啊。やってやる。演壇を確認。急いで放置。目標地点まで連れて行こう。せっかく補給物資を見つけたのに、巨人に囲まれちゃったよ。难打死
やってやる。凶信居民死亡，他の村人を守れ。居民挂了，哎，还没死哦。补给兵在哪里？补给，补给，补给。好了，补满了。我们去红色的任务。红色惊叹是什么？大型巨人出现，又来，打不完了。快点，快点，快！哟，来得及吗？我们还得快一点的，他会等下直接挂掉啊！靠北又来了，好麻烦啊！不要当雷，不要当雷兵，好不好？已经够麻烦了，还要拯救居民。这样是得救了吗？我有救到他吗？我只是摸他一下而已耶。来来来，副任务副任务，这些巨人不要理他，烦死了。走队走队，我来救你啦！我家，我家，那里再来一刀，哦，一击毙命。解决。还有一只啊！哦，现在要打两刀，麻烦死了。弄啊，怕冷刀。哎，我要补血。哎，不是，我要补血，我要补道具啊。居民死亡，可以不要理那个居民吗？就让他们慢慢自生自灭就好了，对不对？副任务讯号弹，好，待会过去。过来，过来。上面还有两只，我也想先把上面两只打完再过去赴任务，哎，这样应该来得及吧？应该来得及。这边很难上去哦。下一只，快点快点，副任务我来了，好远啊！变身！呀！さあ、走ってください。大丈夫ですから。死ね！超强！好嘞，好嘞。跑嘞，跑什么？很会是不是？很会跑是不是？
巨人一直来啊！助かりました。私も行きますよ。また炎弾が。村人がいない。早く助けに行くぞ。救他们！有了！倒地前一击，变回来了。巨人に追いつかれる。こっちだ。俺が巨人を引きつける。村人はお前たちに任せた。消してやる。ミケ分隊長がおとりになったよ。ミケ、不要死啊、ミケ。ミケさんを信じろ。調査兵団でリヴァイ兵長にいる実力者だ。解決掉。しやがれ。動物追加。再来呀、啊。米可加入队伍，强哦！好，刀片要换了。好吧，没有副任务了吧？我们可以直接去打王了吗？走这边，上面那些巨人就不想理他了，麻烦。Go go go！ 这边。讨伐完毕。嗯，我已经到了这里了、欸，是要让居民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哎，这边一个啊，上面也一个，两个居民，快点过来啊！你是八七，要不要上我的马儿啊？啊，快过去吧！哇，也被抓了！放开这个女孩！哦，其实是男的。干什么东西？瓦斯罐还有，好险！救人哦！终结完毕。那些村民应该都走到目的地了吧？好，任务成功，结束了。助けられるだけ助けたな。みんな、撤退の準備だ。准备撤退。お前ら無事だったか。はい、なんとか。都没事。哪里过？哦呦，这怎么回事？哦，哪里？巨猿，猿人。哇，那个脖子好长哦，三层肉哎。哇塞。まずいよ。17メートル以上はある。这是巨人突变的、啊。巨人っていうか獣じゃねえか。报告里说了骑行走，要死我！見て、こっちへ向かってくるよ。快闪啊！哇，他的腹肌好小哦，他那个体型骨骼好奇怪哦。巨人が一斉に走り出した。速い！お願いします。あの機動士のせいで、このまま撤退しても追いつかれちまうぞ。哇，一个怒吼！那个才是真正的 BOSS 吧？最终任务啊！好像全部都往那边跑了，是不是？那些巨人，没关系，我们直接冲过去。
他们往哪边跑啊？那些小巨人的那个路径我不是很了解啊，是往我这边冲吗？好像是哎、欸。而且我们直接讨伐最大型那个，不是最大型，那个野兽巨人，直接去讨伐他。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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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哇！他怕火。巨人毛体覆盖，哦，可以用火、哦。我丢！哎、欸、嘿！哎、欸、嘿！嘿嘿嘿！这样就好打了。我要你的材料，给我你的材料。刀破了，再丢一下。通通都送你了，来去了，吃好吃满哦。哎、欸，不要打我、哦！靠北，别这样好不好？给我一点时间。来了，割掉你的脚。好了，剩下头部了哈、哦。完了，我们没有燃烧品了。变成巨人！哇！给我过来！大爆你！哦哦哦哦哦，有强盗，快抓起来甩，还不滚！滚！一拳呐、啊！哇，居然顶下来了，超级硬，他晕倒了。我觉得我应该先找补给，这只有点都有点难打哦。补给补给，快，先补给再说了。哇，补给直接给满嘞，赞哦！呀，丢了，丢丢了，呀，丢。丢，哎、欸，丢好丢满嘞哦！有啦，哎呀，真的很该死啊！我想把旁边那些巨人解决掉，烦死了，全部都来乱嘞、欸。不好打，换个刀片有错吗？全部都往这边聚集过来。哇！等一下，有点麻烦。再来再来再来！有了有了！哦，巨人太多了、啊。多少杀掉一些啦，不然麻烦死了。还有你，有了有了有了，哦，好多了好多了，不然太多只真的很烦。全部都给这个呢，不给刀片了，那么小气。
刀片呢？啊，全部都给燃烧品啊！刀片呢？剩你了！哟呼！大成功！哇哦！有了，又给刀片了。哎，成功了，击退了。该不会要逃走了吧？跑掉了。哇哩嘞！倒酒。獣の巨人は走掉了。たみてえだな。気候種が何をか。あいつは明らかに他の気候。又高大又长满了体毛。ただの気候種じゃない。噔噔，结束了。哇，没想到居然还有，我以为只剩一集嘞。难道说还有下一集？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还有哦，我看一下，还有一个是什么？哦，进行调查任务中内地防卫战的调查吧。不能继续的。这边有个问号是什么？哦，这个是那个……哎，ウォルマリアが突破されて五年か。已经五年了吗？あの頃はまだエルビン。现在是团长了。私の他にも団長となりうる人材はいたはずだ。彼らだけじゃない。失去很多士兵。にさせないために。不会让他们白死的。そうだよ。ウォルマリアの奪還にはさらに時間と犠牲が必要だ。你们愿意跟我到什么时候？今さら何？还用说吗？私も。もう没到底呀。その提案は却下だ。我不接受这个提议。这只是一个小剧场而已啊！每一个小剧情，好不好？这也是一个剧情之一。这个据点有点脏。それは重大な問題だ。啊，对哈，我都忘记我们兵长有洁癖了。啊，看来笑死人了。まだ続けるの？这是士兵的工作吗？エレン。お前、掃除を舐めてるのか。ちり一つ。例えば、お前が掃討作戦に参加した。わかった。用作战来那个，哇，获得新服装嘞，好笑啊！我就觉得，怎么讲，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都蛮有趣的啊。那像兵长的话，就是有洁癖啊。啊，对啊，刚跟我讲说去那调查哦，内地。哪一个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说内地要打哪一个、欸？哎，是这个吗？不是这个，我们再看一次好了。搞不好应该后面的剧情不太一样吧？进行调查任务中内地防卫战的调查吧。他不能继续了、哦。所以说，我们到时候这边要全部打完，才有办法接最后一个，是不是？好吧，那我觉得今天也差不多到这里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啊。那也不知道他到底会出第几集啊？我本来预估是说两集就结束了，结果他后面好像还有其他剧情的样子哎、欸。好吧，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进击的巨人》再见了，拜拜。